来，朋友们，看一下这网能不能上鱼啊？看一下这个弯弯里面有鱼，近一点，打近，不要打眼。它这里这个流大一点，看有没有鱼啊，朋友们，喜欢看户外抓鱼的朋友点点关注啊。连网连人都给你罩上，好像有点点动静，抓网头的，那都是水草，那个草头。朋友们，如果能上鱼的话，给我点个小红心啊，看看有没有货。哎，有，小美国石鱼还是翘嘴？翘嘴，小翘嘴，都要打边，很累的。打边上，中间没鱼。回去之前我们刚学撒网的时候，就打这个，连脚面扔不出去了。一半盖着草，一半盖在外面，小翘嘴，经常上鱼。